朋友，我目睹这场面的时候，表情比你好不了多少。你没看错，就是他，那位声名显赫的歌者，知更鸟。先向你声明，这事跟我无关，我只是个不幸撞进现场的倒霉蛋，家族可以作证，不信的话就找个猎犬家系的人打听打听吧，他们恨我恨公司，所以绝不会说谎。这里也不是案发地，我为你展现的是一段记忆，最简单的光追呈现技术，一庭授权公司所有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那位巡海游侠是局外人吗？匹诺康尼可是郑重承诺过，在家族编织的美梦中，每一位客人的安全都会得到保障，遇险者会被强制唤醒，平安地回到现实。他们有什么底气这样言之凿凿？因为这承诺的背后是童鞋的庇佑，家族的筑梦师们将思想连缀成一，构建起坚不可破的安全防线。突破这道防线，在梦境中创造死亡，未经家族许可，就连译者都做不到这事，谁能做到？朋友，只能是她，那个自称巡海游侠的女人，一位冒名顶替的不速之客，隐瞒了真实身份的令史。阿弗利特的死已成定局，而知更鸟，他的惨状就在眼前，下一位牺牲者会是谁？没事，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，培养信任总是需要时间，我愿意等待，只是希望你能明白，围绕那份所谓的遗产，匹诺康尼暗流涌动，人们个个心怀鬼胎，千万别站错了边。我要是你，就会和黄泉保持距离，毕竟再怎么说，摆上台前的算计也远胜过藏匿于阴影中的怪物，不是吗？但谁说明面的算计背后没有更深的阴谋呢？译者，我想我们的交易早就结束了。沙金说的是实话，这段记忆是真实的，没有任何歪曲嫁接的部分。公司不是议庭，能做的事相当有限，这一点你再清楚不过。朋友，不绕弯子了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想以个人名义同星穹列车达成合作。早和你说过，我对遗产争夺战没兴趣，来匹诺康尼只是出于工作，我要替公司收复一些失落的财产，你懂的，就是边陲监狱的所有权。拜万界之癌所赐，这东西早成了一笔坏账，公司几次想坐下来谈谈，可家族连门都不给开。你不知道这帮人有多难对付，这么说吧，他们以前能瞒下死亡的存在，这次也一定能把知更鸟的死讯掩盖过去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化作泡沫消散，到最后也无人知晓，这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朋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只有一个目标，家族的大门是堵高墙，要推倒它，我得先凿几个洞出来，一旦出现破绽，公司就有的是手段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只要我们能弄清知更鸟之死的真相，就能还死者一个公道，同时还能收获谈判的筹码，请家族上桌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
我在匹诺康尼四处调查，广交朋友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这个噩耗对家族极其不利，所以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阻挠外人介入，尤其是公司。但我相信也有少数派系是例外，这就是我需要各位的理由。星穹列车名声在外，童鞋也会给予你们最公正的评价。你们能查明真相，声张正义，而我能借此完成公司的任务，这就叫双赢。别急嘛，你不妨先回到同伴们身边和他们聊聊。那位领航员小姐是个聪明人，她一定明白这笔交易的价值。喏，我的联系方式，有结论了就联系我。哦，还有，拿去吧，要开展调查，手里总得有点闲钱，千万别客气。回见，朋友，我真的非常期待能和各位一同揭开死亡的真相。沙金自顾自走了，他确实没有强迫的意思，但总感觉不对劲。接下来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黑天鹅，他又是怎么想的？表面上看，这场交易对你没有坏处，但沙金是个精明的商人，算盘绝不会只有表面那么简单。他还不知道刘莹小姐的事，但从你的反应中，他或许有所察觉，就有意将话题诱导向死亡的真相，把你绕进他的逻辑里。反应迅速，逻辑清晰。我必须提醒你，和那个男人合作很危险。交给命运吗？你的想法倒是与那位赌徒有几分相似了。无论如何，谨慎些吧。开拓的道路不止一条，在群狼环伺的黑暗森林中，你首先要确保自己能够逃出升天。至于其他问题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先后出现了两位牺牲者。这件事本身就过于异常。有两种可能，匹诺康尼的梦境崩溃开始加速了，这让死亡变得异常躁动，家族的庇护也开始脆弱。又或者，所有的行动都在某个人的计划之中。若是有人刻意而为，先是偷渡犯，后是家族的明星，凶手的用意难免有些耐人寻味。我不敢肯定两起事件是同一人所为，但那道巨大的伤口很像他的意刃，我们都见过他行凶的瞬间，而且在梦境中置人死地的可能目前没有第二种。抱歉，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位游侠太过神秘，恐怕没人能给出定论，但毫无疑问，他是这场宴会中最特别的客人。正如沙金方才所说，你最好与他保持距离。这一切太突然，我也只能给出猜测。离开这里后，去和你的同伴仔细聊聊吧，希望你们能厘清纷乱思绪的源头。来，这边一小段路，别走丢了。从这边离开吧，然后我们就该告别了。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，很不幸，记忆不会说谎，我们方才所见都是真实发生的现实，不会因为醒来便消散在脑后。但不要害怕，听从内心的选择吧。我们都是这样行过世间，留下长短不一的影子。最后，
留下珍贵的回忆。啊，请再等一下。这样就行了，一件小小的临别礼物。倘若有一日你不幸沉沦于抑郁的深海，又没有译者相伴，他会代我为你指引出路。我也是很注重人情世故的，就把它当作我对你有所隐瞒的赔礼吧。接下来我有些私事要处理，是关于那位巡海游侠的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下次见面时，你又会带来怎样有趣的记忆呢？我很期待哦。家族代表，妻子那边没事吧？发生了好多事，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思绪，等人到齐吧。你该拔出那把刀了。游侠，猎手，你还会做梦吗？梦见那些因你而死的人。选择的余地，留下那只八音盒，然后走吧。选择，毁灭的血图向来容不下犹疑。陀费特的火魔，即便你为那位星神献上生命，也得不到他的垂青。游侠，你行于狭隘的巡猎，自然无法理解。从火中来，木火而生，蔓延焚烧破坏，直到新柴燃尽，留下一地死灰。燃烧是火魔的一生起点与终点，我们生而向死，只为贯彻宇宙真理的一种侧写，万物皆为毁灭而生。你的同伴似乎不这么想，他们为你争取了活命的机会。他们是我的孩子，同曾经的我一样，是尚未白热的火苗。他们还年轻，我不会责备。但我的火焰已然嘶哑，时间已经不多。看见远方的盛会之星了吗？我要将炼狱带往那里，所以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将你跨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，你走得比我更远。灵石，你隐瞒不了自己的身份，拿出那把刀吧。我们诚然会留在这里，我们注定会决一死战，因为我选择这么做。毁灭是壮烈的一瞬，倘若卑劣求存，此生就太过漫长。
即便答案可能是你自身的毁灭。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存在，正如你的存在。一切为了被毁灭而存在，令时也不外如是。就连虚空之中也能诞下美梦。所谓的不可能之事，只是尚未到来之事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你会见证这世上最为璀璨和爆裂的火，愿这燃烧照亮你深不见底的梦。深不见底的梦，的确。但你误会了一件事，这把刀仍在鞘中，并非出于怜悯或轻视，它是我不愿世人的秘信。但作为回敬，我会向你坦诚，寻猎并非我所行的道路。愿死亡结束你漫长的梦，引领你归还清醒的世界。我依然会梦见。好，收手吧，你的时候未到。我的时候。我见过许多看似高明的伪装，能掩盖外表但藏不住内心，你也不例外。那位开拓者，你没想杀死他，你出手只是为了驱散我和那位异者，为什么？是命运的奴隶让你这么做。你知道艾利欧，我以为这件事会写在你的剧本上。我的剧本向来只有几行，除此之外的不必要也不需要。他知道我的性格，命运只有一种，谁也无法绕开。而在那之前，我有选择的权利，但你似乎不知道，所以该我提问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也许不是你的敌人。答非所问。我不值得你如此好奇。独行银河的人总有些秘密，我也被公司通缉过，对星河猎手有所了解并不奇怪，也仅止于此。或许我可以帮你。你有什么理由这样做？我时常会忘记一些事，因此比起回忆，更习惯用感受去捕捉些什么。所以我知道那冰冷的铠甲里是谁。怎么样，愿意脱下装甲谈谈了吗？尚不是时候。我不需要帮助，但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这样对你我都更好。如果你的目标是钟表匠的遗产，就去调查家族。他们不仅掩盖了死亡的存在，还埋藏了梦境的过去与真相。我已经在这么做了。以及星穹列车不是你的敌人。这我也知道，只是不曾想过会从你口中听闻。接下来呢？那位开拓者被黑天鹅带走了，你要去找他吗？没有那个必要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艾利妖给我的指示只有一条，让星穹列车一同追逐盛大的遗产。我试过用更简单直接的方式了结此事，但结果如你所见。我正站在这里与你对峙，我失败了。剧本无可违逆。所谓的不可能之事，
只是尚未到来之时。罢了，在分别前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的剧本中有任何关于我的部分吗？我想知道，在命运所见的未来中，我留下了怎样的注脚。很遗憾，只字未提。并不意外。等等，我不会。什么？你最初的提问，你是否还会做梦，梦见那些因你而死的人？我不会，从来不会。我生来便没有做梦的技能，我为冰冷的现实而活，为一点光亮燃烧，不断燃烧，直到化作死灰。所以我很羡慕你。是吗？那你已经活在清醒的世界中了。小姐的事我们从黑天鹅口中听说了，可没想到连知更鸟小姐也……抱歉，那是没能陪在你身旁。现实中风平浪静，梦境里却暗流涌动，真是应了那位译者的话呀。各位，尚不是消沉的时候，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找出凶手。这里下现状吧，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些事。小三月，还记得和我们交涉的那位家族代表是怎么说的吗？诚然，我们相信无名客与此事无关，也恳请各位能协助家族一道查明死者的身份。是这么说的，指的是刘英小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当时的神情有些躲闪，对李英更早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也闭口不提。家族是打算隐瞒知更鸟小姐的死讯吧？这件事要是传开，匹诺康尼就真要血流成河了。但紧随其后的第二起事件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以致家族不得不顺势而为，向外来者求援。邪月大典在即，他们一定分身乏术了。也可能是因为刘莹小姐一事目击者众多，不方便掩盖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让更多人入场控制局势。毕竟两起案件的性质又根本不同，家族首要提防的还是那些不怀好意的来客，比如那位公司的使节。的确，他对那位巡海游侠尤为关注。什么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但总感觉沙金指控黄泉小姐的理由也很微妙，该相信他说的话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们能信任的恐怕只有自己了。总之，先试着搜集信息，罗列尽量多的可能性吧，再逐一将其中的矛盾排除，剩下的事实越少，便越有可能是真相。但我总有种预感，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们依然在有关遗产的漩涡中打转。这次我们要实打实扮演一次大侦探了，但在调查开始前，该怎么答复家族和沙金？在我看来，家族对星穹列车并无恶意，若非信任列车组的品格，他们不会轻易委托外人调查一桩堪称丑闻的案件。况且这是家族的地界，与他们合作应当能为后续的事行不少方便。至于沙金那边，瓦尔特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这人不简单，他在和我们交涉的过程中故意放低姿态，话里话外却一直在围追堵截。
于情于理，他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法。说是不勉强，但意图已经很明显了。不过，在局势尚不明朗的当下，建立更多联系不是坏事。沙金三言两语便展现了自己的手腕，只要利益一致，他也能成为可靠的盟友。我们也得谨慎处理和家族的距离，切不可走得太近。与公司合作不失为一种制衡的方法，一旦任何一方另有企图，我们都有机会抽身。所以你建议先接受沙金的合作提议？是，隐患固然存在，但也只能等各方心思明了后再做进一步判断了。道理我都明白，可这里坏女人坏男人太多，真的好担心被背刺啊。他都遭人欺负几回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哎，你这车轱辘话说了跟没说似的。算了，还是让本姑娘紧盯他吧，实在不行咱们就反过来利用他呗。那就麻烦你给沙金一个答复吧，各位也趁这段时间再整理一下思绪。沙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，和大家说一声吧。沙金的话里还有一点让我很在意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他直接指控那位巡海游侠是杀死知更鸟的嫌犯。可对于他和异域迷音的联系，以及为何要潜伏在你身边，却只字未提。这种明显站不住脚的推论，对获取你的信任毫无帮助，只会让他显得更可疑。或许沙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博取信任，而是让你对黄泉心生芥蒂，这样会让局势更加混乱，是他乐见的结果。不过前来赴约的泯灭帮失去音讯一事，我向留守列车的丹恒求证，不是沙金凭空编造。接触过这么多次，你对黄泉小姐的印象如何？倒是很符合巡海游侠给人的刻板印象，这群人千奇百怪，捉摸不透，又喜欢独来独往，哎，也难怪会被怀疑了。沙金的目标是为公司收复匹诺康尼，为此他必须扳倒家族，制造出足够大的破绽。死亡的存在会被家族掩盖，他打算从什么地方破局？切入点必须足够重要，所有人都会关注，但过程中又不能太张扬。我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性，尤其是他对你格外看重，屡次刻意接近，或许他也不清楚你的虚实，还在反复试探。对住客下手吗？不像，匹诺康尼的客人有不少寰宇皆知的大人物，即便是公司也不敢轻易动这些人。沙金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。他的目标一定是家族，但方法不得而知。童鞋在匹诺康尼势力壮大，想正面与之抗衡非常困难。公司只派沙金前来，也说明了他们不打算依靠正常手段。沙金对他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，但对这位巡海游侠，我们目前知之甚少，做不出什么判断。现在也就是随便想想，无论如何，和沙金打交道都得保持警惕。他很擅长把握人心，
懂得什么时候该出手，并且他显然是个天生的赌徒，愿意为胜利押上所有。不知道是不是太突然了，我总觉得知更鸟小姐没有死，还好好的活在什么地方，一切就只是场恶作剧。因为这不是在梦里吗？美梦乐园怎么会有人死掉呢？不应该只有好事发生才对吗？看到那座大剧院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。嗯，当然了，这种时候还得看我们列车组。家族公司一个个都只打自己的算盘。街上的人们依旧好开心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毫不真实。就好像刘莹和知更鸟小姐还有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好烦，我想喝点冰冰凉凉的汽水冷静冷静，但这不就跟街上的人一样了吗？看来沙鲸没有更多要求，我们就先处理家族的委托吧。姬子，你认为呢？目前的线索里，他目击到的两起命案最为直接，我建议从这里入手。有件事我很好奇，如果一个人在梦中死亡，那现实中的他呢？既然有家族受益，我们不如先返回现实，向酒店核实刘英小姐的情况，也可以顺便打探一下知更鸟小姐的消息。那这样如何？我们兵分两路，梦境中也有些令人在意的事，我想先去调查，稍后再与你们会合。令人在意的事？没问题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还以为终于能看见姬子和杨叔同行了呢。那杨叔多注意安全。嗯，保持联络。尊贵的客人，可否出来一见？被这么盯着，我也是会感到为难的。失礼了，我叫瓦尔特扬，星穹列车的一员，相信你已见过我的同伴了。瓦尔特，这个名字怎么了？在那之前，你不问问我的名字吗？恐怕不用了，黄泉小姐。你现在是皮诺康尼的知名人物。他们是怎么说的？有人声称你是这起连环命案的真凶，前来赴宴的泯灭帮同样惨死在你的刀下，而今你试图在皮诺康尼掀起又一场腥风血雨。泯灭帮？勇火官邸的阿弗利特惨死，那位大公以将死之躯化为烈火舍身殉道，他是坚定壮烈的命途行者，即便是恶徒也不应受到如此诋毁，更何况应邀而至的可疑人物不在少数，他们当真觉得一柄长刀要比你手中的黑洞更危险吗？很敏锐的直觉，就连家族也没能点出这把手杖的真面目。所以你一定也清楚，黄泉小姐，窥视黑洞不是明智之举。作为一名潜在的危险分子，你对我们的了解已经到了令人不适的地步。亮明真身，表明来意。否则，我得请你做好被引力撕裂的准备了。那种事应该不会发生。但如果能让各位无名客少些防备，我乐意效劳。无论你是否相信，巡海游侠黄泉，这就是我如今的身份。而拜访皮诺康尼，只是为了一个久远的遗愿。
我为钟表匠的遗产而来，就只是这样。我想自己已经足够坦诚。你还是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？不是不愿，而是不能。我走过的路太长，对于家珠此身的种种，三言两语无法言明。每个人都有难以启齿的过往，不愿轻易示人的秘密。我也不会多问，星穹列车为何要带着一颗星核漫游银河？他还好吗？那位译者没有做什么吧？他没有危险。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吧，能否得到我的信任，取决于你愿意袒露多少。为了寻找那份遗产，入住匹诺康尼后，我便走访各个梦境，进行了许多调查，期间也和不少来客产生过接触。这一过程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匹诺康尼的秘密也许与曾经的开拓息息相关，因此我前来寻求各位的帮助。我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但想提出一种可能，一切悲剧的源头正潜伏于家族中。如果你愿意信任我，我们可以一起找到用以佐证的事实。沃尔特先生，我认为你早就得出相同的结论了。就到这里吧，我暂且相信你没有敌意。和我分享你的发现吧，就你我二人。在找到确切的证据前，我不想用模棱两可的揣测干扰其他人的判断。对了，要喝点什么吗？出发前来两杯如梦初醒如何？不，四杯吧，因为接下来的对话会持续很久。我注视他很久了，第一次邀约是在酒店的宴会厅。他坐在人群的角落，默不作声，只是喝着如梦初醒，一杯两杯。我说这种饮料辛辣苦涩，不是美梦的滋味，只适合那些厌倦了苏勒达的人。可他却说，是吗？但在我常来，他们并无区别。现实中的客房倒是意外朴素，就像你的外在一样，王权小姐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就是这只八音盒，泯灭帮收到的邀请函。有关你的记忆不只属于你，我所知甚多，比预言更远。只要用点手段，死者也能开口说话。泯灭帮那群遇见你后便不知去向的亡命徒，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让我来揭示吧。十二刻度，十二梦境，父亲，我把它献于你。做得好，杜布拉。无论他们逃往何处，泯灭终将造访。有了，尽管很朦胧，但这是阿弗利特的声音。另一位是他的子嗣吧？这是邀请函最初被交付时残留的记忆，片刻就中断了。那么之后是？他们躲入睡乡，但求安眠，不被风雨搅扰。
火焰的子嗣们，这是你们的成人之礼。轮不到他出场，我一人便足够。行有毁灭的亡命徒，什么时候怕过死亡？拥火关帝启程了，可怜的人们，他们还不知道等待在前方的是什么。但记忆的复兴很顺利，他要来了，很快就要来了。这里没有别人，不那么优雅也可以，我得不遗余力。黄泉之手被他带来匹诺康尼是事实，本该这样的。可中间的过程，就像是被谁抹去了。谁做的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是不对，这不是一段记忆。哦，一位译者，你是从流光逸庭还是焚化宫？我的名字是康斯坦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们本该在匹诺康尼相遇，共度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，但那似乎无法实现了。宴会之星并不欢迎大丽花，我也不需要成人礼，而你，我知道你在寻找什么，想要他的秘密。我可以给你，然后替我享受那场盛会吧。祝你留下难忘的回忆。日前，星际和平公司正式宣布，茨冈尼亚四号在市场开拓部指导下，根据星际和平宪章，已建立独立自主的联合酋长国，在星际和平会议上取得合法席位。联合酋长国的建立对茨冈尼亚有着重要历史意义，此举为该星球漫长的血腥历史画上句号。耸人听闻的卡迪卡埃维金灭绝案件将成为遥远的过去。茨冈尼亚四号位于德涅斯、普鲁谦、多瑙三大星系的交界无主地带，星球表面气候以极端恶劣著称，时刻面临着来自小型天体冲击的威胁。因此，定居该星球的智慧种族如今已寥寥无几，他们分化成数个氏族，多营游牧，在干旱少雨的荒漠原野中艰难求生，并发展出完全独立于星神体系的民俗信仰。茨冈尼亚，皎可的暴风眼，诸神唾弃之地，有石而无水，有雷而无雨，有血而无泪。你用锥心捶打我们，用风雷淬炼我们，用裂土咀嚼我们，你赐给我们蜂蜜之名，
教我们置于苦涩的刀下。三重眼的低木山，如果你能听见，就求你睁眼看看这个孩子。当您带走他的父亲，我的孩子尚在羊水中沉睡，而今丈夫所在的地方我也即将去往。我不求自己走得安详，只愿您能告诉我，在襁褓中熟睡的孩子，他可否梦见母亲的心跳，梦见雨落在大地的声响？求您告诉我，生命是否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梦？否则，为何这孩子生来便要迎向死亡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雨下雨了。雨，雨，下雨了，是真的。那些外乡人没有骗我们，他们真的化来了雨。妈妈，我们能离开这里了，我们能回家了。回家？三重眼的地母神，是您，您听见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宝宝，快听，这就是雨的声音。在你出生的那一日，天上也像这样降下母神的恩赐。你是幸运的孩子，被祝福的孩子，就像你的名字一样，是他赐给艾薇金的礼物。我的孩子，愿母神三度为你合眼，令你的血脉永远鼓动，旅途永远坦然，轨迹永不败露。欢迎来到这个悲伤的世界，卡卡瓦夏。喂，你该醒了，赌徒。我可能是苏洛达喝多了，没想到你回来得这么快。如何，有什么发现？和你猜的一样，外头没人知道知更鸟遇害了，连一点捕风捉影的留言都没有。电视还在转播他的典礼彩排，大概是个替身吧，人们都在做梦呢。那是当然，谁能想到死亡会真正降临在家族构建的美梦中呢？遇害者还是邪月大典的女主角。老实说，我之前不信，甚至亲身试验了几次，直到我发现自己确实死不掉。一有危险，我就会被入梦池强制唤醒，仿佛只是做了个噩梦。所以我才确信，这事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秘密。那你应该也听说过那只异域迷音了。我替你去找项目家系打点关系的时候，他们正焦头烂额着呢。死者除了知更鸟，还有另一个，具体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个偷渡犯。两起凶杀案，我就说那无名客的反应不对劲，他一定是撞见另一场了。唉，这凶手真是个疯子，但不得不说，命案是个很好的突破口，可以指控家族渎职，让公司借这个由头介入。只是他们的手腕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硬许多，连知更鸟的替身都准备好了。这两起案子一定会被压下去。该怎么做？让我想想。
机会难得，不容有失，我得非常小心。厉害呀，赌徒，这么快你就又没辙了？筹码有很多，但得精挑细选，最直截了当的还得是知更鸟。记得吗？那假面愚者让我找个哑巴做朋友，知更鸟就是他口中的哑巴，他失声了，一般人注意不到，但逃不过你我的耳朵，那不是器官在发音，而是童鞋的共振。如果不是那女孩练歌练到嗓子都哑了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家族出了问题，或者是知更鸟自己出了问题。为了弄清这点，我才想尽办法要和她见上一面，但她却死了，就死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满盘皆输，顺便把你送上了审讯台，现场有目击证人，家族姑且相信你的不在场证明，但往后的时间你恐怕得在猎犬的监视下度过了。现状不容乐观啊，教授，我都开始冒冷汗了。你觉得眼下这局面还有翻盘的可能吗？如果你问我概率，有，但趋近于零。用更符合匹诺康尼本土的说法，做梦。但如果你只是管不住手，想找个人碰碰运气，那正巧有个合适的人选。那个男人想再见你一面。谁？星期日。是公堂对簿还是私下受审？如果是前者，就不需要我来传话。好啊，那就对了，全都对了。看吧，死人不会说话，但活人会。拉迪奥，我现在可以确信家族内部肯定有问题。等着瞧吧，那男人的妹妹死了，他坐不住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带路吧，好戏就要开场喽。我们到了，朝露公馆，项目家系的要塞，各位家主共议匹诺康尼大计的地点。要塞，这比喻不错。前不久我才和伊伊玛尼卡星系的军阀打过交道，他们的同步轨道庄园都没这么戒备森严。和他的主人很相称，这宅子名义上属于星期日，没有他的邀请，普通宾客一辈子都没机会踏足这里。多看两眼吧，趁你还有片刻自由。哎，教授，这话说的，你到底站在哪边？谁能保证我不会出卖你呢？那就拭目以待吧，等见到那位控制欲溢出的项目家主，我自有办法从他嘴里撬出答案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他的会客厅，别说多余的话，家族的人交给我来应付。Thank you.